这是我见过最有创意的砌砖师傅，不仅手巧眼快，要比花式砌砖造型的话，那简直是太牛了。土豪得知这位有着40年功底的瓦工师傅，于是花2000一天邀请他去自家砌砖，创意造型后花园。没想到成品一出，土豪都看呆了，还夸赞大叔在哪偷学来这么好的手艺，并且还另外加了1000工资。首先砌好门边的垛子，再放上提前准备好的废旧轮胎，旁边用10垛固定后，接着继续摆放好轮胎，中间再给它砌成30的。这里注意墙边的位置，预留的是跟门头一样的尺码，接着就是顺着轮胎的造型给它先砌出4个弧形，接着继续摆放出第二层轮胎。注意看视频操作细节，既然是花式砌砖，肯定不能显得太单一，所以门边考虑用半个轮胎来造型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砂浆灰口必须保持一致，不然高低不平那就不好了。墙边也是以同样的方法开始起手砌砖，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。看来高手往往都有着自己非同寻常的创意，不到半天大叔就做出这么好看又有创意的花式砌砖造型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，每天分享不一样的创意制作小发明。